栏位排序。那我们看一下哦，我们刚把日期、设备、业务员等都勾选，现在呢，设备在日期的上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呈现是以设备为准，然后几月几号卖什么呢？来看我做哦。接着我在这个地方把日期往上拖曳，变成日期在上面，哎，现在就以日期为准哦。几月几号卖出的业绩是怎样？好，加可以点一下，变成减可以展开来。那现在我想又以设备，再把设备往上移。哦，那现在就以设备为准哦。从3月4号到8月10号的所有的平板的销售业绩，那这个是可以来做调整的。当然，我们还可以来说，比如说我现在呢，把设备往这里移，拖曳，把业务员往这里移。哎，业务员就在这里的，业务员的几月几号？那平板呢、啊？智慧型手机这个栏位随时可以做调整。那这个再请同学练习调整不同的栏列切换，看看不同的结果。